的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好吗？阳光灿烂的早晨，多么美好的一天呢！俺走这儿，嘿嘿，吃掉了，嘿嘿，吃掉了，吃掉啦！又被吃掉了，应该咋走呢？啊，熊二，你快点儿！俺知道了，俺走这儿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熊二，你到底会不会呀？我的小瓢虫挡在前面，你的金龟子根本就过不去嘛。俺当然会玩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本王子猜你又忘了老师教的规则吧？就是又忘了，就知道是这样。是俺的金龟子，它还会翻跟头，呸呸，还能打败你们所有的小虫。嘿嘿嘿嘿。吹牛吹牛，肯定是忘了。吹牛吹牛，熊儿就是会玩。熊儿不会玩。吹牛，熊儿吹牛，就是吹牛吹牛。哎，走喽，上课去喽。熊儿，走吧。俺这是咋的了？为啥老师说的俺总是记不住？是不是俺只惦记着吃了？孩子们，咱们幼儿园要开设几个兴趣班，都是很有趣的课程。我们有绘画课、音乐课、体育课，还有自然种植课。哎呀，你选什么什么课呀？老师这里有些小红花，你们想学哪些课程，就把小红花贴在对应的图案底下。那么现在就过来排队选课吧。好。兴趣班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选啥呢？要是俺全会的话。熊二画的真的真好。好好听啊。真厉害！哇，熊儿好棒！熊二，熊二，到你了。都是学了。熊二，你确定都要学吗？俺要成为全能，全能熊二。全能熊二，大叔幼儿园的兴趣班开课了。画笔，俺的画笔。熊二，本王子在画画呢，你挡住本王子了。就是，讲道理。不对，俺还要去上音乐课呢。苹果，苹果呢？苹果跑了。
孩子们，你们谁想过来试一试啊？老师，我来。那就熊二吧。快去啊，熊二，快去吧。拿着熊二，然后轻轻地敲下去。嗯，它咋能发出声音呢？嘿嘿，嘿，哎，真好玩，真好玩！熊二，快停下！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玩藤球，先做热身运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活动小手。二、三、四，扭扭屁股。三、二、三、四，蹦蹦跳跳。热身结束，来玩藤球吧。老师给你们传球，你们可要接住哦。好啊，俺来，老师，俺来。好，大家散开。老大，接住。好球啊，熊大。光头强，准备。好嘞。接住。看我的，嘿，哈，漂亮。熊二，接着。老师，俺还要上自然种植课。啊！蹦蹦，我们比赛挖坑吧。好啊，还好赶上了。哎，熊二，熊二你来了，我打算和蹦蹦比赛挖坑呢。嗯嗯，熊二，你来数数，数到十就喊停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后面是啥来着？十。萝卜头赢了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蹦蹦输了，蹦蹦输了。你问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熊二还没比呢。各就各位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让我看看。熊二，你赢了。啊，不可能，我挖了好多的。你看，熊二赢了，熊二赢了。啊，这也可以。哎，嗯，啊。真好听，要是有了它，俺的音乐课就……你好呀，非常答案呀，吓坏俺了。谁让你不好好听课，敲得太难听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都没给我浇水。你根本就不会踢球。快醒醒。熊二，你怎么了？老师。熊二别怕，跟老师说说你到底怎么了。都是俺太笨了，啥都学不会，大家都笑话俺。俺就想多学点东西，俺想变成全能熊二。所以你才报名参加了那么多的兴趣班，把自己累得做噩梦了。熊二，你知道吗？越多并不一定越好，因为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。
只有专心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才能做好。告诉老师，你喜欢唱歌吗？老师，我最喜欢唱歌了。我最喜欢体育。嘿，哈哈，你跳得真高。熊二，你看，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科目，如果不感兴趣，那学习的效率也就不高了。告诉老师，你喜欢什么课呀？绘画课，俺最喜欢画画了。那我们就专心学画画，画出最棒的画来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！哇，熊二，你画得真好！大家给熊二鼓鼓掌吧。熊二真棒，熊二真棒，真厉害！小朋友们，你们的爱好是啥呀？快点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，千万不要贪多哟，因为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合适的。再见！我们有电视机了！电视，我要电视！老师，快打开它！老师，快打开呀！快打开！我家也有电视，我来打开。哇，这是方特梦幻王国，水漫金山，猴王表演好精彩，这么多好玩的，好想去呀、啊！那就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吧。方特成就欢乐梦想。升起。